第五十七章误会。夏侯瑜看了萧环一眼，他这是在商量自己。前世萧环知道他支持夏侯有意继位后，做什么事都让他感觉他防备着他，这也是他下决定从萧家搬到庄园的重要原因之一。没想到今生一个小小的改变，却换来了萧环的重视。他的确知道很多萧环不知道的事情。 但阿弟的病逝却让他突然清醒地认识到，人的偶然一次改变就能让事情偏离到不可思议的地步。他不敢确定从前他知道的那些事情会不会发生，也不敢确定他知晓的事情会不会改变。何况他并不信任萧缓，我就不知道卢渊什么时候出征。言下之意是指他知道的很少，就算在卢家安插了人手。 也不可能对卢家的事了如指掌，以为还要过几天，不曾想长公主当机立断，我们人还没有回来，就已经安排人手去做这件事了。多亏了长公主出手。萧环说起他刚刚回城，就发现苍兰亭的事已经传遍了健康城。卢渊为人精明，这件事瞒不了他多久。 最好就是趁着他们还没反应过来，就把事情做实了。过几天怕是有点晚，还望都督不要责怪我自作主张。长公主客气了，若不是长公主经手，不可能进展得如此顺利。我心中很是感激，说责怪二字就令人惭愧了。两人絮絮叨,叨叨地说了半天话，夏侯瑜在心里腹诽着：萧环为何还不走？ 淮南的信阳茶泡到第四泡就不好喝了。他若是再沏一壶茶，萧环岂不是又要做个两刻钟？那就到了晚饭的时候，还得留他用晚膳。但愿他等会儿有事儿，喝完这一壶茶就起身告辞。萧环却觉得这样坐在这里听听鸟鸣、品品茶非常舒服。顾皇后这两天应该就要生了，以北凉一贯的习俗。 为避免外戚摄政，太子的生母是要被赐死的。顾氏有汉人血统，就算生下皇子，北凉文帝也未必会立顾氏所生之子为太子。只是北凉如今顾夏当权，不知道这规矩会不会改。北凉文帝是想改的，可惜顾夏一直以来都是谋臣，又有汉人血统，始终难以真正融入到鲜卑族人中去。 顾下权力富贵皆由文帝给予，如水中浮萍。文帝病逝，顾家就遭受了灭顶之灾。不知道前世的事，今生是否会改变？都督所虑极是。别看顾下权势滔天，可他毕竟是汉人，而且北凉多是鲜卑人，汉人很少。万一北凉皇帝驾崩，大司马之位他能不能坐得稳，还难说。 所以我觉得这对卢怀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。我们必须赶在卢家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搭上这架马车。让人觉得萧环是比卢怀更适合的北伐将领，不过是因为此时卢渊当政，任亲人而远贤能。以后就算是卢怀打了胜仗，这功绩也会始终带着几分阴影。萧环正是清楚，才会对夏侯渊很是钦佩。 我之前也仔细想过，我觉得现在不是担心北梁文帝是否能挺到战事结束的时候，而是要担心北梁文帝若是病天，怎样能阻止拓跋寿争夺皇位？办法有很多，要紧的是看文帝临终前会留下什么遗诏。顾夏这个人我不了解，不知道他会不会心疼女儿。若是他心疼女儿，以文帝对他的器重，肯定不会立他的外孙为帝。 但顾夏这些年屡立奇功，几乎功高震主了。他女儿又生下皇子，没有新帝会容忍这样一个曾经服侍过自己父王的权臣在身边。这也是个机会。所以说，现在想这些都为时太早，只能见机行事。有时候萧环能抓到的机会，他卢怀未必就能抓到。夏侯瑜在心里想着，萧环却在心里琢磨着他那句外孙的称呼。 夏侯瑜怎么知道顾氏生的是皇子呢？大将军府可知道顾氏会生皇子还是皇女？北凉的皇后在北凉，没有谁敢在孩子没落地的时候猜测孩子性别，除非是外人，或者是通过其他的渠道。萧环目光灼灼地望着夏侯瑜，夏侯瑜愕然，随即就明白过来，他有些啼笑皆非。 他怕萧环知道他消息的来源，吞吞吐吐，遮遮掩掩。谁知道他却以为他是从卢渊那里探来的消息，难怪他觉得紧张。在萧环心里，卢渊和他都知道了北凉文帝重病的消息。如果卢渊再知道了顾氏将会生下皇子，就比他有了更多回旋的机会，很可能让卢怀捡个大便宜，打败拓跋寿，赢得天下美名。 这正是他和萧环极力想要阻止的，但这也是个美妙的误会，给他找了个借口。以后他再透露前世的一些消息时，就不用解释消息的来源了。大家都说顾氏生下皇子的可能性比较大，都督需早做准备。若是这样，文帝镇守边关的儿子恐怕都要回去，到时候守卫松懈，卢怀不用浪费什么时间。 就能长驱直入，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，若是所立的新君与自己不和，此时跑回洛阳，岂不是瓮中捉鳖？不如割地为王，以图后谋。前世北梁文帝驾崩后，那些皇子都是一股脑的跑去了洛阳争皇位，后来发现这样不行，又一股脑的跑回封地圈地称王。被北梁文帝临终前封为太子的七皇子，按下了这个。 那个又冒了起来，却让萧环得利，一口气打进了洛阳，还在逃亡的途中被皇次子杀害，北凉因此乱了十年。萧环则踏着北凉皇子们的尸骨，成就了自己的伟业和英名。第五十八章七七，夏侯虞看了萧环一眼，心中闪过淡淡的迥然。如果没有他插手。 萧环肯定不用这样为难了，不过这迥然很快就消失在他的脑海里。想说对不起，萧环也没有把他放在心上，否则前世怎么会有夏侯有福的上位？萧环仔细想了想夏侯瑜的话，摇头道：“我觉得文帝的几个儿子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胆量和眼光。”夏侯瑜挑了挑眉，觉得萧环看人的眼光还是很准确的。 两人为北凉的事又说了半天的闲话。杜慧进来问是否这个时候摆晚膳，到底还是待到了用晚膳的时候。萧环松了口气，夏侯鱼则在心底暗暗摇头。因是孝期，饭桌上摆的全是素，嫩嫩的豆腐切成了丝，鲜嫩的春菜才刚开始上市，蘑菇捏成团炸成了肉丸子的样子。萧环原本就口味清淡。 吃的非常舒服，之后又带了半包茶叶，这才回了旁边的萧府。现在的萧环虽然无害，可夏侯瑜面对他的时候，总会想起他前世的模样，总觉得随着时光的流逝，他也会变成前世的模样，这让他有点累。关于北伐的将领是卢怀合适还是萧环合适的争议，不管是在民间还是在朝堂，都在持续的升温。 郑芬觉得这是他的功劳，私底下对谢丹阳道：“就算不能把卢渊怎样，恶心他一下也是痛快的。”谢丹阳也觉得这件事办得不错，给郑芬出主意道：“我们要不要再举办一次雅集？我觉得上次就有几个青年才俊很不错。近日不是，马上就要到先帝的七七祭祀了，那我这几天就木斋好了，先帝。” 也去得太早了些，两人都不免唏嘘一番。等到夏侯友道七七，夏侯虞和萧环也一早沐浴斋戒去了万成寺。正芬和谢丹阳等人已经到了，上了香。洪富带着红莲也过来了。前世夏侯友道生病，请的是医公，并没有惊动谢丹阳，他自然也不知道洪富来了健康城。 夏侯友道病逝后，他伤心过度，又有夏侯友福继位的事，他哪里还有心情和精力关注其他的事？不仅不知道洪富来过健康城，也不认识红莲。他有些意外洪富对红莲的提携。若不是想让红莲认识、结交健康城里的名士和官吏，以洪富的性子，又怎么会走到哪里都带着红莲呢？夏侯余心里有点乱。 他的一个无心之举，让原来和现在有了天壤之别。思忖间，卢渊、卢怀两兄弟过来了，彼此见过礼。夏侯友义的仪驾过来了，众人出了大殿迎接，由夏侯友义亲自为夏侯友道主持了祭祀礼。礼后，卢渊等人都在等夏侯友义回宫，说是要商讨出兵北伐的事。夏侯友义原本还想和夏侯瑜说几句话，他踌躇了片刻。 最终觉得还是出兵之事为大，拉着夏侯瑜的衣袖和他说了几句。天气好的时候，长公主就到宫里来看看朕，和朕说说话之类的叮嘱。这才在卢渊等人的簇拥下上了车。夏侯瑜怅然的在夏侯有道的牌位面前伫立良久，直到大殿外做水陆道场的僧侣们开始轻手轻脚地收拾东西，他这才由万成寺的主持陪着出了寺院。 杜慧道：“我们回庄园吗？这几天萧环下午都会去拜访夏侯鱼喝喝茶，说说话，比他们刚刚新婚的时候走得还近，让他欢喜不已。谁知道夏侯鱼却告诉他，夏侯有道的七七祭祀之后，他们就回庄园小住。”夏侯鱼点头，前世居住了十年的庄园，在他心里才是家。杜慧不敢多问。 回到庄园，安顿好夏侯鱼就开始准备端午节所需的物事。夏侯鱼又开始抄经书。萧环下朝回来，习惯地往长公主府去。等他走到空无一人的庭院，在此当值的侍女跪伏在地上问他有何事时，他这才惊觉自己走错了地方。夏侯鱼早就告诉过他，说如今不只是健康城。 就是附近的吴郡、襄城也都在议论他和卢怀谁领军北伐比较好。事情已经不需要他推波助澜了。夏侯友到七七后，他就会暂时回庄园居住。有些事他已经替他做了，他怎好一直牵拉着他不放？只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夏侯瑜居然参加完夏侯友道的祭祀后，就直接回了庄园。他以为他会在城里歇息一晚，明天再走。 萧环苦笑，觉得自己有点傻，不过他很快就恢复了常态，对吴桥道：“去跟夫人说一声，今晚我去他那里用膳。”吴桥躬身应诺，退了下去。萧环看着案几上摆放的青瓷茶具，静默了片刻，这才转身快步离开了庭院。住在庄园的夏侯鱼颇有些山中无甲子的感觉，抄经书、散步。 偶尔和崔七娘子母女说说话，偶尔泡个茶，日子过得波澜不惊，却让人倍感舒服。夏日悄然来临了，崔七娘子的母亲不便长留于此，在端午节前就回了崔府。崔七娘子则如夏日的阳光，日渐开朗。她在一个正午的阳光中笑着跑到了夏侯瑜休憩的厢房。长公主要晒书吗？我可以帮忙。 夏侯瑜在庄园里有一个很大的书房，四面全放着各式各样的竹简。崔七娘子也是从小读书的人，只要闲着无事，就会在书房里看书。反倒是夏侯瑜，多半时间都会将案几摆放在庭院的大树下，安静地抄着经书。好啊，他知道崔七娘子这是闲着无事，想找点事做了。